啊，是不是？好，你要不要啊？怎么样？那我们就欢迎前总统马英九先生致辞。他讲了几句话，我先 house， 这个是我 house， 对不起，我请马前总统是我是邀请，请你谢谢你们来来来来。我是见证人，原则上不发言。我想我不需要重复啊。我是见证人，原则上不发言，谢谢大家。请主席回答。今天我还是坐着讲好了。今天非常谢谢主席来，我要请他回答。我是主人，对不起。没关系，没关系。我对不起，因为你是我邀请来的，你叫我来邀请，你叫我来做汤锅。那这个，那我今天婚礼是我来办这场你们的婚礼，我想大家的婚礼，我们就应该。请我来，请主席讲一下站在什么立场。谢谢郭董事长啊，在感恩节之夜啊，让大家有机会共聚一谈。我想我们都是秉持这样子的决心哦，大家用最大的诚心、最多的耐心、最多的同理心，希望我们今天感恩夜是一个非常圆满、非常。成功的一个晚上。我讲办婚礼的时候，主桌主要大概都有时间排定，对重量级的不速之客，我们需要点时间，半个钟头。我们讲因为现在是感恩夜，整个房间都满，我要给你订个房间就订不到。我没想到今天来这么多的媒体，所以我今天非常抱歉，您都是重量级的不速之客，就没想到我们做主人招待不周。我们进了会议室，到底是我讲过一人带一位幕僚，非常清楚，昨天讲的非常清楚，不是现在我才讲。我说做主人很为难，举办个婚礼就是来了贵客，我的主桌要不要重调，我的会议的过程中什么地方角度拍摄都有它的困难。所以今天呢，容许说我们今天这个会谈如果在这里谈，我觉得应该我们需要一点私密性，但是我保证一定是录影过程，录影全程，录影这样子100%录影，然后大家都同意，对，将可以让媒体连线，但我们总要点时间，也许半个钟头，也许一个钟头，两个钟头。那我们刚刚已经准备好房间了，让马前总统先休息一下。我们请朱主席，我们临时也留。今天你们奇不奇怪？今天日早好，开饭店订不到房间，我们多订两个房间，现在没有。我本来打电话到芝加哥去找老板的，现在还没，最近要在都放假了。哎，大老板是我好朋友啊，哎 ，Peter Pisker。所以我讲，就是希望我们在这个时候能够给马先生最好的礼遇。那在这个时候，他先在房间等一下，那让我请朱准主席在一个房间。我现在对不起订不到房间，我要讲在饭店总经理现在已经真的在找房间，所以有困难。但如果我要问一下，我们今天在这边开始讨论，只握握手，走个过程，我觉得那不是我郭台铭做事的风格。我们既然要谈，我就希望有结论。甚至我今天提出来了，那个有人说为什么定一天两天？我到明天，我说今天晚上我们可能要挑灯夜战。如果大家有一个好的结果是大家期望的，主联民期望的，那我们再走出这个门。那今天是三人走出这个门还是五个人走出门？我不知道，所以这有很多未知数，所以我有所怠慢，给马前总统，对不起。那是不是请您先发言呢？我们今天来啊，还是在我今天我不想，我想 who I should be talking with, should talking with， 我不想我现在应该跟谁谈。但是马前总统是长辈，是前辈，又是这个啊好朋友，应该这样讲啊，是不是？好，你要不要啊？怎么样？那我们就欢迎前总统马英九先生致辞。那讲了几句话，我先 house， 这个是我 house， 对不起，我请马前总统是我是邀请，请你谢谢你们来来。来来，我是见证人，原则上不发言。我想不需要重复啊。
我是见证人，原则上不发言，谢谢大家。那我想今天呢，非常高兴呢，这个见证人在一起。那我们等一下不晓得在谈判过程中要不要摆个见证人的席次，我不知道啊。但我想这样，我们就等一下是不是能够容许私密讨论一下啊？那另外这个文耀侯市长说，这个贵客来，朱主席也来了，到底将来谈判是站在候选人的立场谈，还在国民党的立场谈，还站在中华民国的立场谈？这中间有所偏差，所以我不晓得朱主席是站在这个，将来我们是政党协商，那对不起，我就退出，因为我不是政党协商，我没有资格。但如果是政党协商，那就是这个国民党跟民众党谈，我等一下就退出，因为我没有 position 来做这个事情。所以如果说不是政党协商，是三个人整个在野大联盟，或是叫主流民意大联这个主流民意的这个啊大联盟的话，那这样的话应该是侯柯郭一起来谈。那现在朱主席来了，我真不晓得，就会把整个立场 position 不同的 angle 来看。那既然马前总统已经叮嘱他只做见证，那另外一个朱主席我不晓得，这个是国民党立场来谈，还是国民党候选立场来谈？这两个有不同的 angle。我想问一下朱主席，他要告诉我们他站在哪个立场，那我这样好调，我们好调座位，好调方式，好不好？请朱主席回答。今天我还是坐着讲好了。今天非常谢谢朱主席来，我要请他回来。我是主人，对不起。没关系，没关系。我先，我对不起，因为你是我邀请来的，你叫我来邀请，你叫我来做汤锅。那这个，那我今天婚礼是我来办这场你们的婚礼，我想大家的婚礼，我们就应该请我来，请朱主席讲一下站在什么立场。谢谢郭董事长啊，在感恩节之夜啊，让大家有机会共聚一谈。我想台湾的主流民意是希望能够在野整合，这毫无疑问，我们都共同在努力，这也是我们持续在进行的每一项工作。那侯友宜作为国民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那柯市长呢，柯主席是因为他是双重的角色，他本身也代表民众党，也代表总统候选人，所以我们必须今天作为中国国民党的党主席，陪同我们的总统候选人来参与今天的在野的整合的会议，不但具有正当性，也是必要性，因为侯友宜不能一个人就完整的代表了所有，他是可以代表我们的总统候选人，但是也必须也获得我们党的全力的支持。所以我们今天我出席就是代表我支持今天这个在野合作在野联盟的会议，也谢谢郭台铭董事长，谢谢柯文哲主席啊，尤其是谢谢马英九总统，我真的是非常感恩马总统从这个上午11点一直等到刚才4点多，然后又移驾到这个君悦酒店来，又等了半个多小时，大概半个小时左右。我想我们都是秉持这样子的决心哦，大家用最大的诚心、最多的耐心、最多的同理心，希望我们今天感恩夜是一个非常圆满、非常成功的一个晚上。谢谢。那我要站在主人在拿回发言权哦。我讲办婚礼的时候，主桌主要大概都有时间排定。如果有重量级的不速之客，我们需要点时间，就半个钟头。我们讲，因为现在是感恩夜，整个房间都满，我要给你订个房间就订不到。我没想到今天来这么多的媒体，所以我今天非常抱歉，您都是重量级的不速之客，
就没想到我们做主人招待不周，抱歉，这第一个。第二呢，既然代表国民党，那如果我刚才讲得很清楚，我再重复一遍，我跟侯市长讲了，他一个人来，非常清楚，啊，非常清楚。我昨天的发文写得非常清楚，我问说马前龙会不会来，他不会来；我自己会不会来，他不会来，斩钉截铁。我发文讲得清清楚楚。如果今天，那他三个人来，我们真的没有时间段，甚至我们还在楼上说，到底马前龙会不会来？到底是朱子怡会不会来？因为今天我邀请的宾客只有一位，来了三位，容我抱歉，我怠慢。但是问题真的是，我们进到会议室，到底是我讲过一人带一位幕僚，非常清楚。昨天讲的非常清楚，不是现在我才讲。今天有又有一个见证，见证是不是要等到市会后来做见证？我不晓得，我也在想。第二问题，党主席来是党对党谈，我现在就退出，因为你们已经谈了很久了。那今天如果谈出结论来，根本用不着我郭台铭出这个面。那谈了很久，你们有结论，那么你们可以党对党先谈。但我觉得调到，就是我昨天到今天努力的方向，调到那个3%6%有用吗？今天各自解读有用吗？我们调到一个这个各自解读的方程式，就让全民上了很多的统计学，每个人都是统计学博士现在。